这次搭配国庆烟火30分钟的音乐，现场将由高雄市交响乐团现场演出。那它一个重点就是说，我们这次我们不再采用既有的西方古典音乐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音乐。整个分为四大段落，这四大段落搭配今年刚好也是文协100年，那也是台湾走出疫情的一年。那里面横跨了台语，横跨的国语，也横跨了客语跟原住民的音乐。那我们特别请李哲毅老师啊，我们金曲的大师来做整体的混合的编曲。那我想这是一个在台湾释放的国庆烟火，也是我们真正振奋我们人心的国庆烟火的曲目。